亚运戴资颖比分直播，戴资颖 VS 张燕仪，没有比赛画面，不喜勿入。Hello， 大家，今天呢，我们现在现场临时跟大家做一个文字语音的线上直播，目前是没有比赛画面的。那先跟大家说明的是，今天的这个亚运羽球的这个戴资颖的比赛呢，戴资颖第一场出战的对手，现在正在比赛中，是来自香港的张燕仪。第一局的比分已经比完了，目前。戴资颖第一局是以21-9获胜，那只花了12分钟，目前正在做第二局。那第二局目前呢，戴资颖是以3-2领先，戴资颖现在是拿了3分，那张燕仪香港的张燕仪呢是拿了2分。OK， 那我们现在就继续跟大家做这个文字的直播。那第二局开局到目前已经有3分钟了，已经有三分钟了。OK， 好的，那目前呢是3-3，目前是3-3哈，目前再度更新，戴资颖目前拿到第4分，目前比分4-3哈，戴资颖4，张燕仪3。好的，那戴资颖在第一局的比赛呢是以21-9获胜，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二局的比赛，对手是来自香港的张燕仪，那目前的比分是4-4。4-4，张燕仪刚落后，现在追平变成4-4。好的，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进行文字的转播，因为目前呢在网络上还有在各大电视媒体上是找不到，目前没有办法找到就是影像的这个播出，因为大会目前没有提供这个影像的讯号，所以我们的直播跟大家第一局的比赛1-9获胜，那现在进行的是第二局的比赛。第二局比赛目前的比分是4-4。OK， 比赛进行到目前呢，第一局戴资颖花了12，比数是5-4，戴资颖5，张燕仪4。张燕仪是来自香港的这个香港羽球一姐哈。好的，那目前呢，如果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的话，请在我们旁边打上 OK， 表示我们的声音讯号是 OK 的。有听到的话，可以在旁边做这个。告诉我有听到我的声音。好，那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目前的比分是6-4，戴资颖6，张燕仪4。好，目前第二局的比分是6-4，戴资颖拿下了6分，那张燕仪拿下4分。好，目前是6-4。OK， 最新更新哈，目前的比数是7-4，戴资颖7，张燕仪4。然后比赛目前进行到现在已经有第二局花了5分钟了。OK， 第一局呢，戴资颖的比赛是以21-9胜出第一局。那现在正在比的是第二局，第二局的对手是张燕仪，来自香港的羽球一姐。目前比分是7-4，戴资颖7，然后张燕仪是4。OK， 那我们现在有最新的这个比数，我们都会跟大家做更新。好，谢谢黄大年。如果喜欢我现在的直播的话，也可以给我一个赞哈，让我知道你们支持我，你们喜欢这样的一个直播，线上的直播，谢谢大家。那如果喜欢我的这个频道的话呢，也可以免费订阅我的每日新闻 Everyday News YouTube 频道，我会为大家做上及时更新的这个直播，还有比数的这个部分。OK， 现在最新的比数是8-5。8-5，戴资颖8，张燕仪5，戴资颖8，张燕仪5。那第一局呢，戴资颖是以21-9获胜，目前在进行第二局。比赛进行到现在呢，第一局花了12分钟，那第二局正在进行中，已经有6分钟了。好，目前的比分是8-5，8-5。好，目前比分是8-6。8-6，张燕仪稍微追了1分，目前从8-5变成8-6，小戴是8，然后张燕仪是6，目前双方还是有2分的差距。那第一局小戴是以21-1，那目前比先小戴又再拉开比分了，目前是9-6，刚刚是8-6，现在是9-6，再2分就会有中场的技术暂停休息了。好的，如果要继续如果喜欢我目前的这个直播的话，请给我一个赞，然后给我一个直播一个赞，或者这个每日新闻 Everyday 的频道好的比分更新，目前比分来到10-6，10-6，好，10比
六，目前差距是拿下了第十分，那张燕仪是六分，10-6，再一分就会进入中场的技术暂停。比赛目前呢，第二局是花了7分钟，那第一局小戴是以21-9获胜，目前正在进行第二局，第二局比分目前是10-6，小戴10，张燕仪来自香港的羽球一姐是6 ，OK。希望能够直接到11-6进入技术暂停啦、啊。哦，目前是10-7，张燕仪追了一分，目前是10-7。那双方仍是有三分的这个比分差距，好，目前如果喜欢我的这个 YouTube 直播的话，请给我一个赞，或者是免费订阅我的这个每日新闻 Everyday News 的频道，我会及时的跟大家做这个比赛的更新，还有跟大家做一些讨论。目前比赛的时间，第二局已经花了8分钟了哈。那小戴目前是有三分的差距，小戴领先，目前的比分是10-7。第一局小戴是以21-9获胜，目前进行的是第二局。目前第二局呢，最新比数10-8，张燕仪再度追了一分，10-8，双方的这个比分差距是2分，10-8。比赛第二局目前呢进行到现在是8分钟。那第一局呢，小戴和张燕仪是花了12分钟打完。那目前第二局呢是8分钟。好的，目前呢比数再度更新，目前比数10-9，双方只有一分的差距，小戴是10分，那张燕仪是9分。好的，那谢谢各位目前持续观看哈。那如果喜欢我的这个每日新闻 Everyday News 的频道，请订阅我，免费订阅我。OK， 目前最新的比分11-9，来到了中场的技术暂停哈。第二局的最新比分11-9，好，来到了中场的技术暂停，小戴以11分领先啊。小戴目前是11分，那张燕仪是9哈。目前小戴是11分，张燕仪是9分啊，双方仍存在着2分的差距。那目前是中场的技术性暂停。第一局的部分呢，小戴是以21-9获胜，那只花了12分钟。目前第二局进行到现在，第二局单局花的时间是9分钟。目前呢是进入到了中场技术性暂停，那谢谢大家目前能守候在荧幕上观看我的这个文字语音直播。那如果喜欢我的这个每日新闻 Everyday News 的这个 YouTube的这个频道，还有我们的这个语音直播的话，请免费订阅我的这个频道，我会随时为大家做一个比赛的更新，不管是小戴的这个亚运比赛，还有其他或者是其他大家感兴趣的比赛，只要是我能力所及，都会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更新，请大家多多支持我，让我就是每日新闻 Everyday News 这个频道呢，能在年底的时候达到10,000订阅。谢谢大家。我们的频道呢，主要还是以体育赛事还有一些生活的大小事跟大家做讨论。每天晚上9点都会有直播，那每天晚上6点都有新影片的这个发布。那我们今天的直播是比较特别的哈，就是有一个临时的这个小戴比赛的一个转播。目前的比赛再度更新比分，目前双方是11-11，战成平手。那最新的更新哈，来自大会，目前是13-11，小戴13。张燕仪11，来自香港的张燕仪是11，小戴是13分，双方有2分的差距。第二局的比分再度跟大家做更新哈，小戴13，张燕仪11，双方呢是2分的差距，小戴以2分领先。第一局的比赛呢，戴资颖是以21-9获胜。那第二局的比赛呢，目前小戴是以13-11，2分领先，来自香港的张燕仪。好的，我们继续为大家做更新，目前的比分的更新呢还是停留在13-11。 OK， 目前最新更新出来了，14-11，小戴3分领先，来自香港的张燕仪，目前比数14-11，小戴11，来自香港的张燕仪是小戴14更新，不好意思，小戴的比分是14啊，张燕仪的比分是11，目前双方能有三分的领先。那进行到目前呢，已经有23分钟了。好的，目前比数再度做更新哈，来自大会的更新哈，是目前小戴是15分，张燕仪是11分，小戴是15分。好，目前小戴再度超前一分，16-12。小戴是16，张燕仪是12。第二局的比分16-12，
双方呢有四分的差距，小戴以四分领先。OK， 小戴现在应该是开大绝招了，然后一路开始狂飙他的分数，希望能扩大比分差。目前最新的这个比分更新呢是16-13，小戴16，张燕以13，双方有三分的这个差距，小戴能保持着三分领先。如果喜欢我目前的这个线上文字直播的话，可以订阅我每日新闻 Everyday News YouTube 的频道，或者是给我一个赞。目前呢再度比分更新，小戴17，张燕仪13，双方呢能有四分的领先，小戴继续扩大领先了，那在四分就可以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了。好，第一局的比分小戴21-9获胜，第二局呢目前呢小戴领先是17-13。OK， 大会最再度更新，目前比分19-13，小戴有着6分的领先，那距离获胜呢只差2分，19-13。小戴第一局的分数是21-9获胜，第二局目前比数是19-13。OK， 如果喜欢我目前的直播的话，可以订阅我每日新闻 Everyday News 的频道，或者是给我一个赞。目前的比数19-13，小戴有着6分的领先，张燕仪目前的比分是13。 OK， 小戴第一局是以21-9获胜，目前第二局的比数是19-13，保持着6分的领先。 OK， 我们继续静待大会的更新。 OK， 再度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局呢小戴以21-9获胜，第二局目前比分是19-13。OK， 最新比分20-13，小戴再一分就获胜了，已经到了这个赛末点了，20-13，最新比数20-13，小戴保持着7分领先，第二局20-13，第一局小戴是以21-9获胜，第二局目前小戴是20-13，再一分就可以直落2获胜这场比赛了。好，目前最新比分20-14，小戴呢能保持着6分的领先。戴志颖是6分，戴志颖是20分，那目前张燕仪是14分，张燕仪是14分，20-14，这是第二局的最新比数。OK， 我们现在最新出来的比数，小戴以21-14获胜，小戴以21-14获胜，那最后的比数，第一局小戴是以21-9获胜，第二局的比数呢，小戴是以21-14，总计比赛两局，小戴以直落2赢得了这场胜利。那对手呢是来自香港的张燕仪，小戴呢在亚运的女单的第一场比赛以直落2-0获胜啊，对手是这个来自香港的张燕仪，比分呢分别是第一局21-9，第二局21-14，所以小戴目前是以直落2的部分获胜了这场比赛，得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OK， 那因为我们目前呢只知道最多的讯息就是来自亚运的官方的这个数据，所以说目前只能提供给大家目前的这个比分还有中场的这个数据，所以再度跟大家说明一下哈，这场比赛小戴对香港的这个羽球一姐张燕仪的部分呢取得了最后是直落2胜出，那第一局的比分是21-9，第一局的比分是21-9，第二局的比分是21-14，总计花了27分钟，那小戴最后呢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顺利晋级到下一轮。目前呢先进一下现场正在比赛其他场地正在比赛的女，让大家知道一下。 OK， 稍早呢一点的时候呢塞纳呢是以2-0直落2-0取得获胜，他的对手是来自印尼的选手，那小戴也是直落2-0获胜，他的对手是张燕仪，香港的张燕仪，那目前得知的这个最新比分呢大概是这样子。好的，那目前跟大家做的最新更新，小戴呢在三分钟前呢获胜，那他的对手是来自香港的张燕仪，那小戴是以直落2-0获胜了，那第一局的比数呢是21-9，第二局的比数是21-14，总共花了27分钟，来结束了这场比赛。那小戴分别以21-9、21-14获胜，直落二获胜。那他的对手是来自香港的这个羽球一姐张燕仪。好的，
那这就是今天每日新闻 Everyday News 的这个现场直播，现场直播。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如果大家喜欢我的 YouTube 直播的话，请给我这个频道一个赞。那也可以就是继续支持订阅我的频道每日新闻 Everyday News， 我会继续为大家带来这个小戴比赛的这个更新，还有一些亚运相关的比赛的一些讨论分享。谢谢大家。那我们如果有其他的赛事的话，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做通知。我们下场直播或下个影片见，拜拜，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